让各位久等了，让我们一起欢迎一波王炸队长王一博带来作品秀 Hip Hop Forever。谢谢我们的王一博队长，也谢谢所有的舞者，谢谢。来，有请我们的王一博队长。王一博队长，请来我们身边。喘口气，喘口气。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真的辛苦了，因为我跟汪聪今天是早上5点钟离开彩排现场的，一博还在这里练，还在这里练，所以其实，在每一季的《这就是街舞总决赛》。我们也看到王一博队长也希望呈现一些不一样的作品给大家。对，我相信各位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是一支非常纯正的 breaking 的作品，今年带来这样的一支 hip hop 的作品，包括稍后马上王一博队长要和所有热爱街舞的观众朋友一起，和所有热爱街舞的舞者一起见证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总冠军的诞生。一博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其实自己也很久没有跳舞了，然后每次确实都想跳点不一样的，然后这次跳了自己很喜欢的 hiphop， 然后也很开心。对，然后等我希望大家比赛的选手能够享受舞台。谢谢，一定会享受舞台，我们也一起来见证我们这就街舞第六季总冠军的诞生。再次的感谢王一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大秀，谢谢你，辛苦了。谢谢一博队长，谢谢。好的，马上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的终极 battle 了，各位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本节目由88 VIP 冠名播出，生活购物就用88 VIP 全能卡，一卡通享全能特权。本节目由双硬核墙内户的皇家美俗佳儿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首席幸运官瑞幸咖啡赞助播出，一杯幸运在我 Lucky Solo Lucky Battle。 本节目由广汽本田最好开的 SUV ZR-V 智载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系单反级人像镜头 OPPO Reno 11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简单轻盐高蛋白快速充能再 battle 的双汇减速午餐肉赞助播出。感谢服装赞助商 Lacoste 法国鳄鱼 Jordan 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马上就要进入终极对决了。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和我们的几位
非常熟悉的舞者，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啊。首先在我身边的是涛涛，涛涛刚刚看了一博队长的大秀啊，那一博队长也是你也是一波王炸的成员啊，对的，哎，看过之后感觉如何？我先吐槽一下，我期待了半天我在最好的位置，他们一定要把我硬拉到这，所以全程我是在看他的屁股，但是有一说一就是太帅了，因为哇手长脚长跳真的好看，而且这次又是跟那个 Q 卡跟 Mika 一起搭档，当时我还在想就是因为两个人是大神，我在担心一波的质感是不是能跟得上，但全程在那边看你们为什么让我在这，真的太了，而且整个层次的编排还有就是那个 hiphop 的范儿的拿捏还有整个呈现包括 chill 的那种感觉刚柔结合整个呈现出来就真的很棒，所以不愧是队长，但是我回去以后一会儿要第一时间去看一下正面版本，我都是看后面。是的，这个说起来就特别专业啊，因为他也是我们的专业裁判嘛，涛涛。那今天整个的这个判罚的过程当中，觉得哪个作品或者哪几个作品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首先我这次作品给的最高分是阿 K 的那个齐天大圣，因为齐天大圣的主题在我们以往的故事也好或作品当中其实有经常会出现，那当时他选择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会看他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喜，首先惊喜之一他的这根金箍棒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一个点，哦哈喽，这怎么样都没有想到的点，所以金箍棒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亮点，首先他会抓的那根金箍整个绕场的那个画面是今天的最佳画面之一，我到现在都记忆深刻，而且它打破了传统上大家对于一个齐天大圣你如何戴上这个皇冠的印象，再加上最后画面的配合非常的好，这是我觉得当天晚上我个人打分最高的一个作品。还有一个其实 Popping C 的整个作品我也很喜欢，对，但是呢他有一个小问题，就直播就是看直播的朋友应该看到他帽子会有点影响，所以他一直有在扣帽子，但他整体的编排跟他的气质是非常符合的，而且能量也很大。当然除了他这之外，其实我第二个喜欢的就我第二高的分数是给到了 Ibuki， 完全这个作品就是 Ibuki 本身，而且是带着这个夺冠的决心，从舞台的设计道具的运用还有整个大裙子的一个画面的呈现都达到了最顶，包括最后他登上戴上皇冠那一刻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是的，伊布给今天的表现其实真的非常的亮眼。对对对，那大胆的预测一下，一会儿两强之争你觉得冠军会花落谁家？我个人会偏向于觉得是 Popping C， 因为我另外一个觉得今晚很大的亮点是当时他们 battle 的时候Popping C 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顶级大佬的那种稳定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稳，每一个节奏的卡点包括音乐处理的细节不紧不慢娓娓的到来，然后在他强大的基本功的支撑下然后把场子给炸掉，而且因为 Negin 跟杨凯一样他们都是属于 B-boy 嘛，但是我很担心就是在这样的高压情况之下，如果 Negin 的体能够完全保持得住，我觉得是就是各50%，但是如果从我理性的逻辑角度去分析，可能我会更多的偏向于支持 Popping C， 可能会更多的可能性。好嘞，那也谢谢涛涛，也一直在关注的这街六，对吧？然后今天的总决赛整体的感觉氛围如何？哇，还是要谢谢一直坐在最佳的观众席去看了所有，对对对，就是看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就虽然打分的时候很专业的，但是就是整体今天的感受就是，哇。舞者每一届的实力都在往上升，每一次的作品呈现其实整体也在往上走，我就觉得哇，我那个时候要去参加这个得多难去打这一些那个战斗，所以希望更多喜欢跳舞的人能够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去享受这个舞台，然后让大家呈现更多更好看的东西给到所有喜欢街舞的朋友。好嘞，谢谢涛涛，谢谢啊，谢谢谢谢。好，继续享受我们的舞台。我去看那个王一博的那个回看了。好好好，好的，那么下一位，翔仔，来，终于到你了，怎么样？今天整场看下来之后，觉得有没有哪个高光时刻，或者你印象最深的一个点瞬间？那肯定，对，当然，那肯定是。哦，我觉得那个阿 K 老师的那个金箍棒，他吊上面那个，金箍棒，哇，那个真的很夸张，因为那个就是感觉很危险，但是就是很夸张。哦，我记住那个点，印象很深。那今天你最喜欢的作品是那一只吗？算有并列可以吗？啊，可以。还有是我们的 Popping C 同志。哦 ，Popping C 同志啊 ，Popping C 他的这个作品让你觉得印象也很深刻。对，我跳的。对。我觉得。
所以觉得今天整体的发挥对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还可以吧，我感觉我 pop 真挺大的啊， pop 已经很大啊。好，那要有给什么大胆预测一下吧，你觉得今天晚上的冠军会是谁？